把这三个物件摆起来，那媒材种类我也放好了，所以我这一页啊放映的时候，让它前面会有动，前面要留点时间它才会有动的感觉，这样哇图像这边都乱掉。好，来，首先来我视讯出来的时候，我这个视讯要一起，那你看它后面整个是乱的，有没有？所以记得你点了视讯后，我要希望视讯的时间可以跟第一颗圆球的时间是一样的，那你就记得要这样搬，没问题吧，跟它重叠就好。好，图像点它搬到这里，有没有看到重叠的感觉？点音讯重叠，看懂吗？这个技巧。好，那你在播放的时候他们就会是一起的，知道老师的意思吗？他们就是一起的同一个物件，那只是说在这里呀，它有点可惜的地方是它没有那个 group 的功能，就是群组，所以变成说你放的时候你自己要能够自己去抓，说只要他们是重叠的情况之下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他没有群组的概念，你要自己去抓，所以物件如果要同时出来必须要时间点是相同的。那这个我想要让你们练的是这一块，顺便学这种遮罩的工具，它的概念是这样，所以时间要会掌控它。那如果你不想要让他们每一个出现那么快，你就整个一起哦，你点了整个物件哦，一起哦，一起动，点二一起动，你懂老师意思吗？点着一起动，点着，我看一下四 ，OK， 好，点着一起动，他们就会整个一起区块的调整，整个一起动，你就不要单独去点某一颗，知道吗？你要一起一起动。好，所以我们再看一下黑色从头预览，它就是一起的，然后有点间隔时间，有点间隔时间。好，那第一次学动画呀，你们会觉得很有趣，因为简单工具很简单，可是老师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们的动画，我看过很多学生的作品跟老师的作品。第一个刚初学动画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时间的掌控。我们动画在呈现的时候，一定要停够久的时间，让人家看清楚，不要一下子咻咻咻全部飞光光，知道吧？来不及看是不对的，你要让它有停留时间，要去吸收、去阅读它嘛，它必须要有停留的时间。所以动画的间隔距离可以拉开，动画停留时间要自己抓好，不要咻咻咻就飞完了。好，这是一开始在学动画比较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你动画一直飞飞飞，然后就飞光光了，就没有意义了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个。当我现在这边如果做了一点点修正的时候，老师注意哦，上方这边会有个 save 存档，你可以把它存起来。那通常理论上不用自己存，因为它会帮你存。可是有时候如果你感觉它怪怪的，好像宕掉了，或是说有些画面呈现没有是我们看到的样子，因为它是网络版的功能的关系，所以它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。那如果遇到的话，没关系，就记得可以按 save 就按 save。确定它 save 起来之后，你就重新整理，重新 reload， 它这个档案就会是，它会把浏览器再跑一次啦，会比较正常一点。如果你发现它怪怪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存档蛮重要的、哦。好，那中间这一块是 Untitled 3，是它的档案名称，这个作品的名称。好，那这只是让你看的，所以你可以点一下它后打字，它可以打中文哦，我记得它可以打中文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打的是，好，假设这样，这样就好了，作为教材。打完做空白处点一下就好，然后这边就会帮你自动的 save， 了解吗？好 ，save 起来跟课程名称。好，来，那图片的部分的话，刚是文字嘛，所以文字你点的后这一颗，好，大家都知道可以去做一些基本的调整。A 图 B 等一下要一起教哈，所以这先跳过。好，其实是图层顺序的问题，如果你有上一层下一层可以用，或者是点它后右键也可以，往前或往后。可以吧，往前跟往后都可以自己做好，所以文字是没有问题。来看图像，图像的部分当你点了它后啊，这边是左右交换镜射，那这是换图片裁切，这都没有问题。来看这个好像棒子，这个这是可以编辑图片，所以你点它后它会有一个外挂的编辑器，就直接就在里面可以让你编哦。所以针对于这张图片你可以做强化工具，颜色强化，这里实物类型的啦，还是风景类型的、啊、夜晚的啦等等，你可以自己去做强化，这是强化的动作哈。好，那 OK 就套用，不要就是 cancel 掉。好，旁边就是 event 滤镜，对，滤镜效果可以自己改 OK， 然后再回去以此类推。所以它这边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它是可以加这种功能上去。好，然后有兴趣可以自己玩一下，比较复杂的上面都有，就是你可以去红眼啊、画画啦，然后着色啦，然后亮度对比、尺寸裁切，这边都要旋转等等，它就是小图案、小图示可以自己叠上去的 ，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有空玩一下下，好了后就是 save 起来就可以了，我这张图片就会改变了 ，OK， 改变完之后它就会回到原本的地方 ，OK， 那就回来。那我们看一下 media 的部分，你的原图还是在，
然后它会另外有一张是帮你做好的图形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好，这两个都会在。好，所以你可以针对这个功能去修改它。可是可能要小心哦，因为我刚做了调整后，我其实有让它的那个图的那裁切掉，它圆圈圈帮我加了那个滤镜功能，那滤镜是底片工具，所以它加了那种底片的感觉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是黑黑的都不见了。那怎么办？你再回来，它可能就已经套上去了，知道吗？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如果你不要这一张，你后来修完之后才发现比较糟糕。好，它这边没有昂度，我看一下，我记得它，除非你当下去还原它啦，要不然的话，如果你套了很久之后，它其实就套上去了，你就只好用换图的方法，换图的方式换回这一张原图。所以它原图其实有留下来的，是还好，用换图的，知道吗？用换图的方式就好。好，来，所以这页把它做完哦。重点是这个时间轴要会调，两个物件怎么调？没有 group， 那你要营造出类似 group 的效果，好，就自己调就好。来。